这就是我在经过 Seven 门口的时候看到 Seven 门口贴的广告。啊，对不起。然后它的广告单上面有四个，但我没有买到另外一个，我只买到三个。一个就是四神汤，然后第二个是卤肉挂包，对，这个就是肉粽。好，首先。先用挂包，来微波挂包。他说大概，52秒而已，700瓦52秒，所以这个比较快。打开来，酸菜有点快掉出来。啊，我是，哦，它这边已经是裂开了，看一下。果然还是现买的会比较漂亮。那这个部分就。它这边还有一包花生粉，这个不要不小心丢掉了。花生粉先放旁边。好，我们就先把这个拿去微波吧。Go！然后我刚刚看到这包装纸上面啊，就是大家可能要注意一下，它是说，如果你是要直接用袋子去微波的话，要记得把它的花生粉先拆下来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二个，第二个是四神汤。那我一样就是都不要用他们的包装去微波，我就是分装，把它倒出来。哦。放那张 T 恤吗？大概一人份的量。好，这个就要围3分26秒。Go！ 给我，谢谢。好。大家要注意哦，如果你是要自己拿回来微波这个挂包的话，就是。一定要照它上面建议的时间微波，像我刚刚，它好像建议不超过1分钟50几秒而已，但是我按到1分钟，结果酸菜就爆了，我整个微波炉都是酸菜，它就爆。所以大家要小心，就是这样。我把花生粉撒进去，哦，很烫，我本来以为微波完不够热，没想到真的可以。好，来试一下它的口味。T 恤，T 恤，哦，好烫啊！我刚刚，想要咬一次咬到一口肉跟面包跟花生跟酸菜，但我失败了，因为我才咬下去，我的肉就弹出来，所以我只咬到面包跟几根酸菜而已。但我不得不说，第一口让我惊艳，它的面包是好吃的。是松软的，然后这面包真的是松软，不会干，然后也甜甜的，这肉是有点肥，但这肉调味很好，我觉得整体这样，对于这种不是现做的食品，我给予很高分，不方便吃，所以你们如果要吃的话，我建议用个袋子装吧，但是如果你跟我一样不喜欢，那。塑胶袋加热的话，我觉得这样是不方便吃，烫哦，噔，它会烫吗？会很烫，不要摸。料很好吃，可是汤偏咸，我觉得会越喝越口渴，大家参考喽。酒味不会很重，所以如果喜欢吃酒味重的，可以自己再加点米酒。好，接下来就是粽子哦，粽子。是用一个碗好了，对，加热，拆叶子加热还是直接加热？嗯，那我们就不要拆叶子加热好了。够，噔噔，很香哎！我觉得肉粽应该不会让我失望，因为肉粽就是像我们端午节，也就算是现买回来也不一定吃得完，所以也会放冷冻，然后隔天再热，其实味道也不会差到哪去，口感也都不会说变很多。所以我觉得肉粽应该不会让我失望。它大概，等一下，这样看得到吗？我调一下焦距。好，这样子切我们就看得到有咸蛋黄。它咸蛋黄不是一整颗，咸蛋黄大概半颗，然后肉这一块不肥，是
是全瘦的。然后那咸蛋黄真的只有一点点，就这样一点点，应该我觉得就半颗吧，说是跟三分之一颗可能太委屈他了，半颗好了。然后啊，肥肉在这里，所以它是一起的。然后来看看香菇啊，这里还有没有？哇，香菇出现了！我刚刚本来想说香菇在哪了，照这个配置来看真的不错。先看这里，它的饭粒是偏硬的，然后是北部粽，有花生，调味不错，但它饭粒的口感我觉得要赞，看你喜不喜欢吃硬的饭粒。整体来说还是调味不错的。那你问我这三个我哪一个会回购呢？基本上可能肉粽会回购。我刚刚想说我会回购的是挂包，但是挂包真的太难掌握，它第一微波它会爆酸菜，再来就是它拿的时候会撒的到处都是，是我技术不好吗？总而言之，如果要以好吃来说，我觉得第一名是挂包，第二名应该就是，其实它跟四神汤有点不分轩轾啊，可是要真的要选的话，这个就真太咸了，所以我会给肉粽第二名，给它第三名。那如果说会不会回购的话，我应该以方便来说，我会回购肉粽。大家可以去试试看喽。今天的试吃到这里结束，希望你会喜欢。下次有什么试吃，我们再见喽，拜。